您给我们女嘉宾打多少分？95吧。95分。这分儿，我估计他俩没细聊。要细聊的话，他俩还是对。女嘉宾给男嘉宾打多少分？这个男同志值95分。你不能说满分，满分讲话你细节你还不知道呢。但是从表面上看，能值95分。98吧。98吧。二位请就坐，进入约会时间。关键我的年龄比他大两岁。3分钟的时间，俩人相互聊一下基本情况。你贵姓？我姓谢。姓谢。嗯。哪退休的？皮革公司。皮革公司。男孩女孩？女孩。结婚在哪儿？在深圳。啊，在深圳。嗯。你自己住？啊，我现在就一个人。你是离异的还是丧偶？丧偶的。几年了？将近2年吧。是有多少啊？3000多块钱。不算高。现在不贵，现在一般的工人地都是最少的了，3000多。三千多多少？3000几还是3500？够，正常生活够。你要是就是不会过日子的人，他就不宽敞。你看大手大脚的就不行。对，就不宽敞。那咱们这个年龄过日都是，你要说是你要说爱旅游，你旅游你走近道行，你走远道都走不了。我们了解一下咱男嘉宾的情感状况，来，请看大屏幕。我和我的爱人是我们那个年代最平凡的夫妻，有相濡以沫的扶持，也有鸡毛蒜皮的争吵。脾气俺俩相比吧，我比他快点儿，这钱算急点儿，他属于慢性格，咱俩算是一块人慢。那能相处好吗？能啊，就一般的事儿，他依赖我依赖过了。屋里做饭买菜，他这不也不都愿意干吗？我想干不愿意干，刚开始不愿意干，后来把我惯坏了，就不干了。关键啥坏了的事儿，或者什么中烂那边说决定什么事儿，他就找我还问。原本以为我们能够携手走完一生，没想到他走得那么突然。其实就是用个之前不有高血压嘛，高血压通过这一个做一个梗多，他也没注意可能是，但是他那阵吧就血压保持最好的时候，自己把自己当成好人了，可能就我估计可能是滑了转一下来。到医院听大夫说啥呢？他就是脑干出血，面积挺大。老伴儿走得突然，从摔跤到离世只有短短的3天，这让我好长时间没缓过神来。他之前嘛，他和他姐说过话，完了就是一两分钟的事儿。如今呢，我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，也准备好迎接我的新生活。悲痛也不那么回事啊。我觉得再一个，我也不是轻易的什么事能被击垮的人。我就是努力吧，就是争取那些自己，你想对失去的人这样好的话，你把自己先活好，对生活好。所以我一点一点就是开始搁网上学如何整什么做菜做饭呢，得给自己得调理好啊。因为以前是都依赖着媳妇惯了，现在得自强了，自立了的，从那以后就是基本就走出来了。我希望找到另一半就像原配一样，好好疼他，好好爱他，找一个比如说现在俺俩是互相欣赏的，一个人能够对路着的说话啥的，能够接受白头偕老。